今年上感动人心的大事好戏《生生世世》，剧情就要来到精彩大结局。感谢我们同届破烂文书，你搁甲这人咧来哦？出大事啊！要开始抓人啊！这个间谍吼，我千交代万交代，奈拢讲袂听啊！间谍向我掠走啊！什么？我正经听你讲，恁媳妇是做三下号毕业的三宝，是多一间店上班。你好，我是明宏。这款精神方面的问题哦，拢是一天一天压力造成的。我已经替明宏找好疗养院啊！拜托你卖搁插手我的人生，好无？你要做啥，我就要做啥。做啥？我是恁囝，不是你饲的狗呢。我想要离开明宏，离开阮家。今仔日，咱就诚实面对家己的心。为爱受尽苦楚的查甫人，敢有法度找到属于家己的幸福？每晚八点，请一定爱准时收看《台视生生世世》。感谢福尔俄温枪冠名播出。